这台车呢，它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售价55.4W 啊，然后选配了12.2W 的价格，到手67.6W 啊，比较人性化的，我站上来啊。比较人性化的一个价格。那么帕派雅城的一个金属漆也是我们改款后啊新上的一个颜色啊，帕派雅城非常非常的好看。那么这台车是一个我们一个19英寸的一个 Macan 的一个 design 车轮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百米加速6.4秒，最大扭矩400牛米，最大功率195千瓦。那么 Macan 啊就比较适合一些小姐姐小哥哥开啊，来穿的真好看啊。主播是干什么工作？主播是模特，也是主播啊，模特也是主播。周一到周三的下午4到6点带大家看车啊。车轮在几号链接？车轮的话我们不单独售卖啊，但是如果您过来就是想换配件的话是可以配件的，我们不单独在这个上面上链接啊。这台是一个我们黑色的一个真皮座椅啊，黑色的真皮座椅。然后包括我们这台倒是没有 SA 组件，但是有选我们的一个秒表罗盘啊，吸烟者套装和杯盖是有加装的。然后这一台没有选 BOSS 音响，对，这台是我们一个 Macan 的一个基础版本啊。来，穿这个不配配保时捷不合适啊，不合适没关系啊，下次笑笑就换衣服啊，笑笑衣服比较多啊。来，给摄影师夹鸡腿，给摄影师夹鸡腿，来。那么这台就给大家过掉了啊，黑色的，不，大家放心啊，我这次是个西装，我里面穿的是个牛仔短裤。